下午喂羊的时候又到了，继续草料开始走起来，看羊吃的多香。今年准备改良一下这个羊的品种，现在这个圈的种公羊用的是黑头的肉羊，种公羊改良一下杂交，母羊是那个胡羊母羊。这个圈的公羊用的是，哎，这个圈的公羊逃跑了，逃跑了，没在这个圈，跑这儿来了，跑这儿来了。这个也是肉羊公羊，这个圈里面有那个胡羊母羊，也有那个豆腐串羊，然后再配的这个种公羊。今年要改良一下这个品种。预计在年底的时候应该都能看到串羊小羊羔了，在年底的时候应该就能见到效果了，看看到时候用这个肉羊种公羊串出来的小羊羔怎么样啊。我这里面本来也有一部分串羊母羊，它下的小羊羔也是串啊，这个就是母羊是肉羊串，公羊当时用的是胡羊，下的小羊羔是这个样，看看年底怎么样，下的小羊羔怎么样。